大家好，我是沙溢的儿子安吉。我知道你们看过了正片，肯定没有看够，那就来看看新闻萌播的未播花絮吧。离开了爸爸的我们，开启了寻爸模式。在这条红石林之路，我们又会遇到啥事儿呢？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，找到几个宝藏。六个。碰到危险怎么办？要勇敢。你们爱爸爸吗？爱。一定要把爸爸救回来，出发。哥哥没领着呀，我走了。跟咱们第二个小怪物是啥，好不好？咱们看着演出，好不好？爸爸帅不帅啊？很帅，还有很多粉丝。安吉，在家里，你有没有打过你的小弟弟？听错了。见完了大恐龙和怪叔叔，我们又用自己的劳动给留守儿童们带来了礼物。哇，还买了这么多铅笔，这是你买的吗？你挑的吧，给他们好几个铅笔。哇，好丰盛的晚餐，我正吃着香，沙溢又开始唱歌了。我爱的一朵玫瑰花，静姐拿过来。塞的玛利亚，我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那天我在山上打猎，骑着马，你在山上歌唱舞，婉转如云霞。歌声使我迷了路。他唱的还没我唱的好呢，所以没人理他。哎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你都唱歌词了。